可恶，竟敢慢赶，还是晚来一步。若非诸位道友相助，六花宫只怕已经不存在了。你不要伤心，咱们先将伤者安顿好，只要大家都好好的，总会把家重新建起来。嗯，此番有不少天罡与墨者弟子随我前来，若有难处，尽管向我们开口就好。 是你，方才我们将主殿的惊蛰教徒击退，救下之前被俘的弟子，恐怕惊蛰教徒也在他们身上注入了阴兽毒血，才让他们伤势至此，性命垂危。目前尚无头绪，不过天玄教和秦灵之盟的道友正和我们一同寻找。 天仙，你总算落到我手里了，我再问一次，是不是你杀了我师兄？是他该死，苏勒达瓦那样的混账东西，我恨不得削他的骨，凿他的心。再说我就撕烂你的嘴，要不是你当日杀死师兄，盗走秘策，咱们的试验早就大功告成了，哪需要费这些周折？ 快说，当初你拿走的秘策在哪里？秘策，我可不知道什么秘策。你卡桑都有能耐上门问我讨要，何不自己去找？不知死活，那我这就送你去给师兄赔罪。这么好的研究材料，就这么杀了，岂不可惜？ 如此看来，似乎没什么有用线索。唉，那卡桑杜如此狠厉，也不知二公主此时是否平安。唉，说起这段往事，的确是二公主多年来心结所在。今日机缘至此，我便坦然相告吧。他们口中的苏勒达瓦。 其实是二公主的养父，一个以钻研邪术闻名的南疆巫医。嗯，50年前，尚在襁褓之中的二公主被荒神教掳走，随后辗转落入苏勒达瓦之手，被他当作噬药人，百般折磨。 不仅如此。 二公主还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把仇人认作自己的亲生父亲，直到后来灵狐天父觉醒，才得知身世有异。于是二公主亲手杀死苏勒达瓦一家，逃了出来。若不是这些伤心往事，或许二公主本该像桃花一般明媚翩跹。 其实眼下有一救急之法，或许能缓解受伤弟子体内的毒性，所需之物也尽在咱们流花宫内。二公主在后殿豢养了一些毒虫，这些毒虫原本出自苏勒达瓦之手。
可略微压制阴兽血之毒，后来被二公主所控制，带来了流花宫。不过我这里诸事半身，恐怕又要劳烦道友跑一趟。到了后殿，记得用上这只熏香球，这熏香是二公主亲手调制，与她体香无异，那些毒虫闻到这香气便不会上前攻击你了。只需找到毒花毒虫所在，点燃这只熏香球安抚毒虫，再从它们身上挤出毒液就行了。小桃自人生之始便历尽忧患流离，幸而遇见大公主来到了流花宫，不然怕是早已堕入邪道，此生都不得解脱。上代公主要封闭流花宫，不与他人来往。咱们流花宫弟子大多是人与灵狐混血所生，既非纯粹的人类，妖族也未必能容得下。当年枕烟先生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，怕咱们受委屈呢。这些先带去给大夫们研究，为何都是些奇形怪状的文字，我也看不明白，不过这上头隐隐透着一股邪气。今年我苦心探索，将荒神教修行秘法和南疆巫蛊之术结合，终于得到一种创造剧毒异兽的方法。我就知道放眼海内能做成此事的唯有师兄一人，恭喜师兄大功告成。师弟客气了，你如今记得苍教主亲传，就不要再叫我师兄了。同门之意，同道之情，又岂是这些际遇变迁所能左右？难得师弟如此重情重义。这书册记录着我的研究成果，还请师弟亲手把它交给教主。嘿嘿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我早就想一展身手，让那帮废物见识见识阴兽军团的厉害。好，等咱们师兄弟练出最强大的阴兽军团，一定能无往不胜，助教主成就荒神大业。这应该就是那本研究手札的下册了。
可否劳烦道友先将手札交给天玄教右护法舒幼铎，看他们能不能有所发现。这手札上的文字着实罕见，我和萧校长老也无法破译，不如求助补天岭精通各类典籍的蛙王长老。这个大可以交给我们，补天岭与天玄教同信仰女娲大神，历来相互交好，蛙王长老定会倾力相助，你且稍等片刻。刚才蛙王长老已经发来了回信，以蛙王长老所言，这手札用的是古族文字，内容庞杂，所得又只是下册，缺漏纷繁，诸多思路无从确证，只能先译出部分关键信息。手札记录了一种培育毒兽的实验，工序相当复杂，需得注入阴兽血，服下催化药剂，使阴兽血迅速扩散，与感染者相融合。依手札中所言，阴兽血的感染者会经历一个极为痛苦的变异过程，先是血肉变色，面目狰狞，然后是七窍流血。没错，这手札所记的手法和卡桑杜他们试验的秘法简直如出一辙。如何？果然如此。不过既然卡桑杜并没有拿到下册，目前那种秘法应当是采用了上册所记内容和卡桑杜自己的研究。没错，若是能找到手札上册和研究资料，应该能获得更多有用的线索。卡桑杜在流花宫如此紧锣密鼓的研究，想必那本手札就在他的身上，索性将他除去，再把手札搜出来。据进入禁地探查的弟子回报，卡桑杜就在禁地的泥板石室附近，不过此去凶吉难料，让道友为了流花宫只身犯险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。